主料，鸡蛋四个，辅料，低粉45克，白糖40克，牛奶40毫升，油40毫升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鸡蛋四个将蛋白和蛋黄拍无水无油容器中，先打蛋白，再打蛋白过程中分次加入白糖，打至湿性发泡，蛋黄依次加入油、牛奶、低粉拌匀，将蛋白糊加入到了蛋黄糊中拌匀，倒入纸杯放入烤箱，175度烤15分钟即可。出炉了。烹饪技巧，在白糊和蛋黄糊拌的时候要上下翻拌，不能画圈，倒入纸杯6分满即可，太满会流出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